现在已经到了上海的虹桥站，现在我要去的地方是美琪大戏院，然后我的出行方式是打顺风车。这边呢是美琪大剧院的一个正的入门口，然后我当时用这个票就给进去了，人还挺多的，说实话，毕竟当时票是三秒钟被抢没的。好，谢谢。我的位置呢是318座，然后进来里面特别安静，也不好意思讲话。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电影就开始。这个剧院的话，荧幕还算挺大的，然后座位有1200个左右，是第一层。然后那还有2楼，大概是这么多。其实我在平遥电影节的时候，也是坐非常多前排，我觉得前排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要仰着头比较累而已。到了这部影片的主创团队和我们上海的观众见面，来有请各位。我们欢迎导演施之玉和我们的两位主演曾刚莫央以及陈慧丽，欢迎欢迎各位。哎，你好，大家好。監督の是枝です、新作の万引き家族ショップリフターズをもってまたこの上海の、映画ファンの皆様の前に戻ってこられたことを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今日は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はじめまして。本日は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会見舞台挨拶とあと映画楽しんでください。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接下来这位马友，我们很多观众都很熟悉他了。你好，宋丹摩友。初めて上海に来ました。昨日は監督と海里君とみんなで火鍋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映画楽しんでいてもらえたら嬉しいです。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刚才在另一场的时候，马友自己说这个中国的观众给他的一个新的定义，把他定义为谐星了。可能他是一个很多面的演员，导演刚才也表扬过他了，说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演员，可以塑造很多的角色。所以在不透露剧情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请马友给我们的中国观众来介绍一下他这次演的这个角色？
네구독을여러분大家没看过，所以要想一想。ご覧になる前だから。没看过。私は23歳です。私23歳。僕56歳です。やばい、やばい。読んじゃう。でもこの間お誕生日だったんですよ、監督。刚刚导演过了生日。役ね、役のスタッフ。何です。そうだな。でも作品が終わった今もこうやって帰りとか監督に会えるのすごく嬉しいし、今日はいない来てない家族ともいつも会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るし、だから私が演じた秋と私はあまり変わ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这部片子拍完之后，也这样，就是可以见到导演还有顾宇，也很想念这次没有到来的我们的家族，所以我想我本人也跟这个片子里面的阿基、亚基和就是一样的吧。谢谢马友，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各位带来的这部非常棒的这部作品《小偷家族》，我们请三位在我们舞台中间合影留念。我们也希望在今天放映之后啊，能够这部作品能够正式的这个公映，让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来到今天现场，谢谢。那接下来就请各位欣赏这部施俊玉和导演的作品《小偷家族》。捨てた人ってのは他にい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